叮咚，那个蓝天小可爱要的史莱姆盲盒来咯，原点的哆啦 A 梦，满满的童年回忆。那哆啦叔叔，你们最喜欢看的动画片是什么呢？征集最有意思的评论送惊喜米妮哦。一共有12款公仔，我想要这个吃东西的，哈哈，叮当叮当保佑我，看看我抽到的盲盒是最后一个，竟然也是个吃货。好了，公仔抽完了，来玩泥咯。蓝色的雪花，还有叮当圆桌。手感挺光滑的，就是有点面面的，像是加多了面粉，跟前几天的椰子泥有点像。撒点装饰物，臭美一下再来玩。拉伸起来挺柔软，皮儿薄但是又不会破，有点像奶皮，很神奇的感觉。关键起泡拉伸的过程超级美，一丝一缕像是会跳动的乐符，散发着一点小香气啊。没挤几下泥就变大了这么多，大炮声也够贼呀。再来正儿八经的起个泡，给你们展示一下这团泥起泡拉伸到底有多么溜。超级漂亮的奶油纹，泥也变得蓬松柔软了。重要的是泥竟然一点也不粘手，这个很难得呀。再挤几下，又是一团超大棉花泥，这个起泡量真的是挺优秀的。最后再来臭美一下，起泡胶玩大了，盒子不够装怎么办？来来来，跟我学，先来一段手指操，我捏我捏我捏捏捏，话说这个真的考验手指，就这几下手指已经酸得不行了，就到这儿吧。喜欢记得点赞关注，我是时光。嘿，液态玻璃又出新款了，你知道吗？等了半个多月终于收到了，猫又加的弹跳起泡胶盲盒，还有卖家送的圣诞小礼包。哇，这个盲盒包装很大气啊，据说有12种款式，这里有6种颜色展示，海之蓝歌、烟云飘渺、不老之泉、女娲灵石、晨露和人鱼的宝藏。我想要抽到人鱼宝藏和女娲灵石，来吧，第一个盲盒走起，看看能不能抽到我想要的呢。不是我想要的款，海之蓝歌，不过也挺漂亮的。还有一个盲盒，保佑我抽中一个吧。哼，又没中，我的好运都去哪里了？盒里好像还有东西，神奇的辨人辨印胶囊，哎，还有说明书，开个圣诞礼包沾沾喜吧，看看会不会有什么小惊喜。圣诞树、彩虹糖，好像都是糖果哎。不过悄悄告诉你，我偷偷吃了一颗，里面有夹心，还蛮好吃的。盲盒拆完了，来选盒玩玩吧，就选这个晨露好了。刚打开的一瞬间，我还以为上面有一层保鲜膜，仔细看原来是金属的拉丝光泽。话说这颜色蛮像泉水的，感觉应该也有点人鱼眼泪的样子，就是颜色可能不太搭。哇，这颜色真的是太漂亮了，感觉像是在玩仙女石一样，手感也是超级棒，柔软弹性又不粘手。据说这款泥既有液态玻璃的拉丝质感，还有起泡胶的特性，用到可以弹跳的起泡胶哟，那就来试试。果真可以弹跳耶，好神奇的样子。那除了可以弹跳，起泡效果也是很惊奇，堪称起泡王。敢打这么扭曲的广告，我倒要看看你到底有多厉害。竟然拉断了，应该是天气太冷的缘故，多玩一会儿就好了。竟然真的可以起泡耶，而且这捏泡声真的巨绝呀，感觉像是听歌的一样，声音刚崩脆，听起来的感觉就好爽啊。再来试玩一下这盒海之蓝歌，这个蓝色有种灰蒙蒙的感觉，但是又特别亮，像是加了盐的海水一样。这泥的质感太透了，感觉像是照镜子一样，而且还是会反光的那种，很奇妙的感觉。
虽然没有抽中我想要的款，但是这两款也着实让我很惊艳呀，总算没有辜负我等他们那么久，推荐小伙伴们试玩一下，就是价格有一堆堆的贵，那34块钱两盒的价格你们会考虑入手吗？想看更多经典假视频，记得评论、点赞、留言、关注我哟。我是时光，下期见。嘿，我是你的时光姐姐。今天我准备了6盒液态玻璃，只有一盒才是真正的老头。你能猜到是哪盒吗？第一盒，橙色的。那觉得这盒是老头的，记得评论区扣一哟。第二盒，黄色的。觉得这盒是老头的，评论区扣二。第三盒，星空色耶，好漂亮！觉得这盒是老头的，评论区扣三哟。第四盒，蓝色的，怎么这手感有点像融化了的液态玻璃呀？那觉得这盒是老头的，评论区扣四哟。最后两盒啦。这个粉色的蝴蝶好漂亮呀，布灵布灵的，超级仙气。那这盒会是真正的液态吗？觉得是的，评论区扣五哟。最后一盒了，传说中的绿野追踪液，蛮仙气的。那这盒会是我们的老头吗？六盒液态全部都玩完了，真正的老头是第五盒橙色的，你们都猜对了吗？嘿，北北家的心愿起泡胶套盒，漂亮不？悄悄告诉你，这一盒才花了我9.9块，是不是又捡到宝了？粉色的仙女泥，纯色的一小盒泥，白色的泰兔，还送了甘油和起泡贴。哇，我最爱的仙女粉耶，而且还这么高透，布灵布灵的，好像水晶球耶。突然有种不好的预感。这么美的泥不会粘手吧？看这粘盒子的样子，有点小担心呀。但是奇怪的是，手指戳下去，有吸手指的感觉，但是却一点也不粘手，戳起来软软的，还有一种暖暖的感觉，像是在玩棉花糖。倒在手里能够快速的流动，像是在玩樱花霞水，捏起来还有一种清脆的铃声，真的是一份难以形容的神仙泥呀。瞧，连拉网格花都这么美，有没有感觉这声音特别像在捏方便面？哈哈，想想都好解压呀。再来测试一下它的起泡效果。要知道北北家最主打的就是6倍起泡王，刚开始拉伸还不错，但是起泡一会儿之后泥有点变弹了，拉伸起来有点费劲了，勉强就取这么多吧。这盒小小泥是干嘛的？看这质感像是一种泥，但是这个是真的透耶，透到能够印出指纹，莫非这就是北北家的指纹识别器？混进去，粉色的这个就柔软多了，应该是添加了白胶。哇，混合小小泥之后的起泡胶变柔软了耶，拉伸起来也是毫不费力呀，
轻轻松松就变大了这么多。第一次玩北北家的你，没想到这么惊险。那现在问题来了，你们知道我视频中一共捏爆了多少朵网格花吗？